刚出门做完核酸，现在北京要求的话就是说48小时以内的核酸才行，所以刚做完一个核酸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去奥林匹克公园。啱啱咧就顺便出嚟做埋个核酸啦，咁做完核酸嘅话就可以继续去奥林匹克公园啦。因为喺路上啊嘛，咁咪顺便做埋咯。而家北京嘅规定就系，如果你要去一啲人多嘅地方，譬如系餐厅啊或者系咩地方嘅话咧，咁你都要有48小时嘅核酸证明，你先至可以入去嘅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你系入唔到去嘅。咁既然今日出嚟啦，咁咪顺便做埋个核酸咯。呢度就係當時候奧林匹亞嘅媒體村，環境我覺得都 OK 嘅。好啦，我哋終於就到咗奧林匹亞公園嘅北門啦，我哋就會從呢個北門入去。裏面公園其實幾大下嘅。好啦。我哋終於就到咗奧林匹克公園嘅北門啦，我哋就會從呢個北門入去。裏面公園其實幾大下嘅，哇！你睇下，成條路冇人㗎，係好神奇啊！咁大嘅公園，而家疫情底下冇人喎。哇！而且好舒服喺度行，真係好舒服。成個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總嘅面積係680公頃，咁如果係按1公頃等於0.01平方公里嘅話，咁大概係6.8平方公里吧。咁其實呢度咧都幾多㗎，有人造嘅河流啦，又有森林啦。綠化面積嘅話，佔96.81%，其實都幾高下。咁好難得㗎，喺呢個大城市裏邊有個咁樣嘅咁大嘅森林公園。啊，好舒服啊！終於坐低啦。呢度其實真係好舒服，佢可以睇住啲人行嚟行去，反正我都冇乜嘢做。成個奧森實在太大啦，根本就行唔完。趁住而家人少啲，可以坐喺度吹下水。你話我中唔中意北京啊？其實都幾舒服嘅。奧森應該係我而家唯一覺得有生活氣息嘅地方吧。其他地方嘅話，我真係～真係冇乜生活氣息啦，呢度比較大啦，真係似翻個公園啦。因為以前好似我喺廣州生活咁樣，咁廣州生活其實都好多公園嘅，咩越秀公園啊、荔灣湖公園啊，反正一到星期六就太多人咯。喺呢度先至會覺得人少啲，即係北京呢地方其實好，其實都幾多個公園下嘅，咁就係人唔係好多，所以相對比較舒服，人少啲。好似今日咁樣，冇幾多個人喺度行㗎咋咁樣，好少，真係好少。即係呢啲大城市嘅中央公園，其實喺中國裏面其實比較少見吧。啊，如果你話咩成都啊、人民公園啊、乜乜乜鬼廣州荔灣湖公園啊呢啲咁樣，冇得比啊。我呢度6.幾平方公里喎，600幾公頃喎呢個公園。綠化面積幾大啊！我入嚟其實除咗嗰啲行嘅呢啲路徑之外，基本上你就唔會有馬路嘅咁樣。即係如果你話喺呢度露營得唔得？我覺得我可以喎，其實幾舒服喎，好似夏天咁樣，樹又多，幾正。突然之間想講下就話，如果你話喺北京呢度，點解要嚟北京？點解要從廣州嚟北京？唉，
讲真，我嗰阵时候点谂嘅咧？其实原先我系喺深圳工作嘅，咁咧就觉得深圳冇乜机会，因为嗰阵时候互联网啱啱火，咁啊履历又唔系特别劲，即系你话简历唔系特别劲，你又投唔到啲咩公司去做。咁就嗰阵时候一个偶然嘅机会咧，就去咗一间初创嘅公司啦。咁佢哋系做共享单车嘅，总部喺北京。咁就谂，咪去试下咯咁样。点知越做咧，发觉间公司咧融资系越快，喺嗰一年，好快嘅 A 轮、B 轮一直咁样融落去。咁啊，觉得好似有啲希望喎。咁啊，系咪可以喺呢间公司踎几年，然之后再去搵其他嘅公司度做咧咁样？咁啊喺里边大概做咗半年左右啦，觉得又冇乜机会，想走。咁后尾偶然一次机会嘅话，就话佢哋总部想招人，咁啊从分公司里边叫啲人去北京，咁第一次嚟北京工作咯。系啊，咁啊做咗几个月之后发觉，其实同深圳会好大差别咯。呢度啲人嘅工作嘅思维方式啊。諗法啊，咁樣眼界都會有唔同。咁啊，後尾就喺度踎耐咗啦。咁啊，又翻返去之後覺得唔甘心，咁啊申請調部門嚟到嚟北京。調到嚟北京之後嘅話，就一做做咗一年啦，做咗一年嘢，咁就做產品經理。做產品經理，咁啊大概2018年左右間公司就唔得啦，啊，即係倒閉。咁要倒閉嘅話咧，就翻返深圳咯。啊，嗰陣時啱去下一間公司又招人啊嘛，翻返深圳。翻到深圳之後嘅話咧，就覺得唔係好適應啦已經。咁啊，大概半年左右。咁啊，認識一個朋友，佢話有冇興趣去美團度做產品經理？咁啊，從2019年7月做到而家，所以嗰陣時候嚟北京嘅話，就係諗住揾錢嘅啫嘛，揾夠錢就走噶啦嘛，履歷度夠之後就走噶啦嘛。咁而家其實履歷都算夠噶啦，咁仲有冇必要要考慮仲喺呢度咧？我就喺度諗緊呢個問題。即係好似無間道咁樣天台，啊做完3年我就夠噶啦咁樣，而家3年之後又3年，幾時先夠？唔知，有諗過翻去，咁但係翻去做啲咩咧？我覺得如果翻去再揾間公司做，同埋北京揾間公司做，其實差唔多嘅啫，冇乜變化，一樣嘅，你做呢啲嘢都係一樣。咁所以嘅話就想自己做啲事情啦，試下咯，就好似而家拍vlog 咁樣，或者拍視頻咁樣，試下咯，得唔得咯？唔知喎。咁反正你去大公司裏面做都係咁噶啦，佢都係俾啲新手業務你去試下噶啦，做得成你咪留低咯，做唔成你咪走咯，一樣嘅啫嘛。咁自己做同埋去上班做有咩唔同咧？我覺得冇乜唔同嘅喎。自己做可能仲自由度多啲先，你以为你呢个方向啱，咁咪做咯；方向唔啱，咁咪唔做咯。呢几年喺呢啲大公司里边做嘅话，其实都好攰下。勾心斗角有冇咧？有，肯定有嘅，争业务、争地盘，唔勾心斗角咩？勾嘅，唔争嘅话，你咪冇地盘咯，好似古惑仔咁啫嘛，地盘打出嚟嘅。你打得赢你咪有咯，打唔赢你咪冇咯，就系咁简单啫嘛。不过关于一啲互联网公司做嘢嘅话咧，啲事情咧下一期再讲啦。今日先讲到咁啦，难得喺呢间公寓度行下。